续进入，好难。另外时序进入到十月，也是二十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通常是每年国语。对，耳机。你有写过我坏话吗？至今到现在。不会啦，还好。哦，那就是你害我没工作三个月。现人气还是扛不住。对啊，人设还是扛得住。该不会绯闻也是你写的吧？也是蛮过分。绯闻我不在乎。我也不在乎。绯闻是我。还有。然后告诉你，谁叫我们写的他。把空气突然安静。以后都会写好了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刚刚发现两个写我坏话的那个记者，就是给他施压了，请他不要再写我坏新闻。接下来，结果错过他们 say 的一些精彩影片，我们要重新假装再相见欢迎。哎，从头摇下来，戴什么头上？我们今天。有点想红，所以你比较像明星呢。想要帮助他，他叫 Hugo， 欢迎找他。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了吗 ？OK OK。铃声铃声，真的好香。铃声铃声，真的好香。我第一次有那个走红毯的感觉，没有。挑战的是你自己主播，所以你对你自己的口条是有信心的。我口条超级没有自信，我很容易讲话讲很快，然后会吃螺丝，我哪些状况都是会发生。为了一个小看板，这个看板先让你的口条稍微软一下，稍微暖身一下。哎，这句话我很常讲哎，真的假的？南港展览馆观光官方网站站长绽放万丈光芒。确实，那你可以讲快一点嘛。如果说你刚才那个基础版本，你都可以慢慢一点，跟南港展览馆那种讲快一点。好，观光观光网站站长绽放万丈光芒。我自己讲快也会给，来来，加快一点。南港展览馆观光官方网站站长绽放万丈光芒。好了，你今天不用来应付了。哥已经训练到打工任督二脉了，真的好来参加什么日剧，来体验看看嘛。今天是你第一次看到林湘吗？对，其实蛮高的哎，你就是真高前天，是啊。那以为是这样看他，就没想到就是哎，还是要微微的往上抬哦。自己鞋垫有几公分？25公分怎么回事？他很瘦，瘦很苗条。我不知道林湘自己本身是喜欢大家怎么夸奖他了，但我觉得处女座的女生应该会比较喜欢才华多过外在。我觉得哇，这时候出来了，来说你坏话。对林湘的第一印象，说林湘我没想到那么高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想到为什么吗？他的鞋垫有25公分是吗？你看我这已经那么高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下鞋垫拿走，这个身高差是正常的吧？我本来想说我会这样子看林湘比较娇小，这鞋子上去大概正是20公分。我这鞋子加了7公分。我问你，因为他刚才就问我说，你觉得林湘的第一印象是怎样？我说可是林湘的歌声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想让人家夸她漂亮，他应该处女座最喜欢别人夸她内涵。可是我真没什么内涵。好了，我们先走喽。有人看完内涵，你还想会醒不起来？我跟你讲，今天一日主播结束之后，我觉得会让你的内分加分。好，哪有人说自己没有内涵呢？是可以剪进去吗？听最多的就是大家说我努力，很努力，就是这样。很努力会开心吗？会啊。漂亮的女生听到别人说你很努力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就代表我的努力有被大家看到。太有设计了。像我们双框，我交给你就开始跳。哦，是的。最近呢，我有去日本投球，很 lucky 没有挖地瓜，我给自己的表现打80分，来看一下我的表现吧。卡哇伊。好，现在林湘手上呢已经拿了一颗棒球，然后还原在日本球场时候的表现哦，跟观众朋友说一声，こんにちは。我们时间再交给林湘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私は林湘です。頑張り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好球！再来，我要去换上我的主播装，大家期待吗？千万不要转台哦，林湘主播马上回来。开心，在状态内非常厉害，因为我可能前面有一场工作。哦，我以为你说，因为前面有红毯加持，也有红毯加持，有一些自信。嗯，怎么样？我觉得蛮顺的。很顺吗？这样算一次过吗？
因为还没有到重头戏，不要先掉以轻心，因为很怕就掉以轻心到后面就是要放狗咬人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先不要让它那么大意，我怕它松下来之后就回不去了。它那有点太松，我觉得不行，这样你还是要让自己 hold 住，对，你不能够太得意。这边。我的更衣室了，特别帮林香准备的更衣室哦，在最后一间，好棒，请。一般主播应该摆不出哦，真的，你们不摆这种 pose 吗？想看就摆。等一下，橘色走出来。等一下，我先去换个衣服。这个是我的专属更衣室，没想到主播自己都有一个专属自己的更衣室，这个是让我还蛮吓到的地方。你看，这边有一些自己专属的更衣室，好棒哦。我们啦啦队都没有。他们啦啦队怎么样？大家在那个休息室，大家都在那边涂啊。换完大概就是长这样子，就我没有办法这样哎，我想说你要不要挑战一下？来，等一下，林香你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姐你蹭另外一边，不要，然后变成一个 Y 字形，对啊，来 ，Action， 走，没有办法，我先回家，我先回家 ，OK， 我们现在换主播，美女主播，用一，对，要有一个厌世，你太那个灿烂了。时装周要那个面无表情，其实你要面无表情，然后好像，做头了，小姐冲浪，小姐冲浪，有点像壁虎，没办法，我觉得术业有专攻了。爱讲的话，其实主播的 pose 应该就是比较多的，就是你知道脚一定要，对，好，啊手一定要这样，我可能就是要，就感觉看我。我很知性，我很专业，你就是要你要洗脑哦。应该有说这套衣服束缚了你，是不是？难怪你们都很气质，他没办法举手，不能跳啦啦队。这套衣服就是让你就是中规中矩的，可是你还是可以蹭墙壁啊。我们看到林香她的这场别针好像比一般主播还要熟，有那个专业的感觉。再收一点笑容。这是公主问好，对，而且蛮想这样。没有，我要先跟你学，你的稿子应该是历来挑战过的艺人当中最难的。你们就想让我出糗？没有，就对你非常有信心。我觉得你应该已经大小场合大风大浪都已经看过，这应该是小 case。好，我们要来就定位了，我们要请我们的小主播站在我们的点点上面。啊，他们都会拿一个遥控器放在这里吗？对，不用手，所以我们手才这样子。对，手通常都会这样子摆，直到主播的名字。原来他们是自己爱，可以测。好的，永盈，我是今天的实习主播林香，今天也请大家多多指教。那新闻一开始，我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的天气，最近秋老虎。没关系，我们老虎啊！我跟你讲，通常主播遇到这种状况啊，你都还是会继续硬着头皮念下去。真的，你不会被自己给笑不行，就是要专心的态度摆出来。再一次，最近秋老虎发威，白天的天气还是很热，要请大家多多喝水，做好防晒。不过要注意的是呢，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，早出晚归要记得多穿一件外套哦。他写早餐，他是想害我讲错。这真的是陷阱题哦，先早餐哦。Sorry， 真的是我们的问题，真的是他写错的，意思到。另外，时序进入，好难哦。另外，时序进入到十月，也是二十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通常是每年国历，对耳机，便能感受到秋深秋的凉意。我重新试一次哦，深呼吸啊，好的，永盈，我是今天的实习主播林香。最近呢，秋老虎发威，我觉得你的虎跟虎这边是你的一个非常大的关卡。秋老虎发威，秋老虎发威。国道容易塞车的路段呢，我们也整理出来了，像是国五、国乙跟国三，这些应该你都很常走啦、国五、国一跟国三都有替代道路，都有替代道路，避免在塞在那个车阵当中。这一波波的东北季风来袭呢，越能感受到深秋的凉意。再帮我再多加几句。耳机要戴吗？要，你要戴一下。秋老虎发威。OK， 我们一秒从球场变到棚内。我是今天的实习主播林香，今天请大家多多指教。那新闻的一开始呢，我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的天气。最近秋老虎发威，白天的天气还是很热，要请大家多多喝水，
至于呢，连假到处都在塞车，国道容易拥塞的路段呢，我们也整理出来了，像是国道五、国道一还有国道三都有替代道路，避免塞在车阵之中哦。耶，好棒啊！好，那你现在来跟我一起做主播台。林香的签名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特别准备了一把剪刀呢，因为封神现场嘛，所以怕他扯到头发会痛，所以呢，我们剪了脚跟，真的有狂热的粉丝88,000，他也买得下去。请应援踢棒球，结束了。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还不错，以 NG 次数来讲，我觉得是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哎，我刚刚 NG 都是导播跟我说，其实也不是你的问题。对，播完新闻，他不断的问身边人说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还好吗？刚刚会很焦，那我们还行吗？”对，我很，其实我蛮紧张，因为我讲到后面其实蛮紧张，但是我刚刚有记得你说的一句话，不管遇到什么状况，你都要保持镇定。虽然我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很想停了，但是我还是看着前面的稿子把它念完。我看那你给自己打几分？那我觉得我到后面其实不是很自在，我希望我是可以很自在的表演，你想要游刃有余的感觉，对，但是 hold 住全场。对，但我后面有点紧张，我以为我今天开始讲话的时候要拍很多次，但是你们没想到让我一次就过了，我才想说真假的，我刚刚表现有很好吗？你们竟然让我一次过，哎，还是你们想下班？一半一半。没有啦，就是谢谢大家教我，因为我觉得我也学到了一些事，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是要把现场的状况继续把它演完，因为我很容易一紧张，就是说啊，重新，我要重新整理心情。可是这次就学到，遇到状况你还是要 hold 住那个焦虑的心情，把接下来事情处理完。今天的任务我觉得算是大成功，因为我刚才有跟林香说，他的稿子是我们历任来过的艺人当中最难的，而且要一直讲，中间不能够 K， 所以我觉得你是还蛮棒的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表现得很好，那今天一日主播任务大成功。这是我们新闻部，那这里面就是这里。你有写过我坏话吗？至今到现在不会啦，还好。哦，那就是你害我没工作三个月。人际还是挡不住，人设还是扛得住。该不会绯闻也是你写的吧？也是蛮过分。绯闻我不在乎，我也不在乎。绯闻是我，还有。然后告诉你，谁叫我们写的他。把空气突然安静。以后都会写好了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刚刚发现两个写我坏话的那个记者，就是给他施压了，请他不要再写我坏新闻。也已经试一下，而且他叫伟，今天跟售后组长叫伟，叫伟，注意哦，注意一下哦。这个。是那个女生决定要写的，还有她，她也是写我的，对，她也是。那天还去林香家，哎，我在外面服务她，我对不起你，看你，都连错了。